欢迎收看由买母婴当然上贝贝贝贝 APP 冠名播出的我的纪录片加速进行时，每周晚12点，我们将带您走进全员加速中的台前幕后，在加速中记录精彩瞬间。全员加速中辗转来到第9个城市浙江宁波象山，历经4个多月与时间的赛跑，终于迎来了总决赛终极加速赛。离总决赛钟声敲响不到24个小时，加速队员们陆续从各地飞来集结。这一天的他们会有怎样的状态呢？现在状态很好，因为我从北京一路就是睡过来的。我心情澎湃，信心满满。来了，为我加油吧！最后一局，加油！从头到尾都没有在状态过程当中，我一定会拿住200%的激情。背水一战，来吧！经过一天的奔波，加速队员们纷纷抵达酒店进行简单的休整。我们在练字，现在写字的话，心里会比较平静，会放松一些。这个是我新换的跑鞋，因为抓地力比较强，然后因为象山比较冷嘛，所以我上后面加了一个羽绒的这种感觉的东西。来吧，我的衣服好红的。我必须要红起来，好红吧？这个是还有毛毛的。我告诉你们一个秘密，好不好？其实我很多运动的东西都是我老公的。穿这套颜色最鲜艳的，对吗？对啊。所以这一次我选的颜色比较深一点，就是特别有心机，因为我上一次跟上上次穿的颜色都特别的炸裤。大家看到我的鞋，然后我一直之前只是在家跑步啊，或者去健身房。对，我也去健身房，你没有听错，我去健身房。然后但是我是路过，但是我没进去。然后但是呢，就是说因为这个节目告诉说老是地面特别湿滑，所以说要穿一防滑的。然后我就把我这双鞋陈年的鞋垫大家就找出来了，基本我现在这7期都是穿着这个鞋的，然后从来没让我受过伤，所以说它的功效是特别好的。所以通过这个节目之后，我发现跑步鞋其实有它的作用。明天在第9期最终一期的录制里面，我要当一匹黑马。怎么的？穿黑色的衣服。是这件吗？对，就是这件。我就是那个传说中的黑马。这一期一定有一个黑马，叫贾乃亮。我跟你说，他头脑特别聪明，而且呢，他跑起来的时候也特别快。你们都被他的逗比所掩盖住他内心的才华。我跟你讲，你好好关注一下他一下，很有可能就是冠军的材料。每次录全加速，我都觉得是不是萧敬腾在附近开演唱会？雨前南，明天又下雨。说前两天天气都特别好，然后一路就下雨，不管走到哪个城市，哪个城市都下雨。即便是前一天艳阳高照，到录制那天必定会下雨。就是我们就是求雨的，就比如说哪里干旱啊，就把我们整个团队请过去，就可以风调雨顺。前期还得悠着点，我觉得明天预感还是不太好。稍作休整之后，加速队员们又进入了紧锣密鼓的备战状态。增加了半个小时，我觉得挺难的。对，我真的觉得明天我的目标就是一定要完成任务。好吧，我想想吧，明天我尽我竭尽的全力。怎么说，跟着亮哥混，有肉吃，相信我。Hello。哎呀！先搬下去，让他在外面待一会儿。我觉得你这期明天就是抱着一个冲刺的一个心态 ，OK， 咱以最帅气的一个状态呈现在最后一期的小组。Yes, 明天我们5点半出发。天哪，我先定个闹钟，只能睡4个小时了，我要睡觉了。得睡觉了，明天早上必须 fighting， 加油，祝我好运吧。睡下不过3-4个小时，天还未亮，加速队员们就纷纷起床，开始做最后的赛前准备。我不一定能够得冠，但是我一定是尽最大的努力。我觉得想睡觉，也困。现在特别紧张，
因为是最后一期嘛，就希望是能放开了玩，比较兴奋，比较紧张，就努力就好了。总决赛加油！你看我就是今天白雪复活王者的状态。我们今天一起来众筹这个纯真公益梦想啊！我们先从现在这一刻开始，我们一起加油，好不好？二十位加速队员啊，准备开始！全员加速中，12月6日，终极之战开路！九场生存游戏在与时间的紧张追讨中落下帷幕，二十位加速队员们用汗水和泪水见证了自己的成长。这其中涌现了太多紧张刺激的高能瞬间，我们良心打造出各大排行榜。接下来，请屏住呼吸，加速进行时将为您一一盘点。世界上最痛苦的事就是你的运气欠费停机，而你的脑电波还在不断的跳频。调频失败的你，只能悲惨的生存在加速世界中。上榜理由，下面请收看中指尖综合频道。老师留下电话，过来，他是机器人，他听不到你讲话。你有没有手机啊？留下电话。你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你背着我在偷笑。上榜理由，夏天妈妈回家让夏天教你怎么做一个优雅的美少女。现在什么状况？哎，夏华关机，我关机要干嘛了？我紧张到看不懂字。你好，可以送你一个爆米花吗？上榜理由，该吃吃，该玩玩，你可真是什么都没耽误。给我拍出一个就是站在中世界中央的感觉。我放出来。上榜理由，谁让你得罪了我们洪老师？死洪他！我们怎么搞这么复杂？搞这么复杂，我你知道我的 IQ 是零的。我也没想到在怎么在里面骂他，我就，哎呀，反正就是一切状况都是乱成团的。上榜理由，你是猴子派来的逗比吗？怎么？喂喂，孙先生，您三环那边的房打算出租或出售吧？没有，没事，算了吧，大哥。喂，大哥，三环这边房您考虑出售一下吗？千玺，咱们现在怎么走啊？为什么要打电话呀？因为那个那样太累了，咱们就好好的，因为话费也不是这么出，没事。先过了这个桥再说。娜娜。太阳对我眨眼睛，我也会。鸟儿唱歌给我听，我也会唱。智商多吉啊！上榜理由，乃亮，你还是带着甜心小鹿回老家开普勒屯吧。他疯了。啊，露露，小露露，你又来了。啊，小露露，别乱跑。我媳妇儿在这陪我呢。我平时生活中是一个特别傻闹的人。医生一试，医生一试。不管一生忘了多少，开机来找。今天爸爸成功了，我的家族就是这个团，我是这个团土生土长的人。我觉得这样我会快乐。做一档逃脱游戏，请别忘记充值你的好运气。如果好运余额不足，你能摔到猎人都同情你。哎，你这位置好好哎。阿萨，你落我身上，你躺我身上。这样应该他们就不抓了。入选理由，勿听他人言，吃亏在眼前。看到了。看到了了。入选理由，人如其名，瞬间安息。我想问千万种结局，竟然是这种结局啊。好，这么近啊，六。哇，兆头好，好幸运，难怪我是年画上的鲤鱼。哎，爸爸，赶紧别浪费时间。
入选理由，你赢在了起跑线，却输在了运气欠费。不要抓我，不要抓我，我谢谢你，不要抓我。天哪，啊，你干嘛这么快就抓我？入选理由，前一秒你是风一样的男子，后一秒命运就会让你运气欠费停机，人生真是峰回路转。宝春来被抓捕了，他可是运动员，他是我认为我们这些人当中最能跑的人。入选理由，运气欠费到全宇宙都同情你，斗三秒，恭喜你，中指间房产证上写的是你的名字。哇，邓小哥又被抓了。窦骁被抓，咱们大家都已经适应了。窦骁问我一个问题，为什么我永远是千年老二呢？你被抓了？哎，哇，你这么快就被抓了？我觉得我跟数字二有仇，或是被他诅咒过。在危险逼近时，挖一个坑可以保护自己。可是如果坑挖大了，不仅坑自己，还会坑及无辜呀。上榜理由，小小年纪就眼神不好。黑酒，黑色九十。上榜理由，坑就一个字，我要坑好多次。我给大家分享一下，我刚才那我下了，好惊喜啊！我打给潘斌龙哥，龙哥靠谱。上榜理由，坑人而不自知，乃是坑人新境界。喂，哎，龙哥，哎，那个你在哪呢？我已经被抓了。疯狂的给贾乃亮跟黄晓明打电话，不让他们做任务。我正准备这么干呢。好，我先给黄晓明打一个。上榜理由，出来坑，迟早是要还的。他给我挂了。反正他们只要是想了，也容易被抓。我觉得阿萨一定会接，因为他刚来，他不知道怎么回事。是你啊？我？你是不是打扰你了？对。哦，原来是你。没事。干什么？在这个节目里。有的人一心追逃，有的人则致力于语不惊人死不休。没什么呀，很简单呐，啊，这有什么的呀？上榜理由，愿你一生一直如此高调。这也没有什么呢，啊，这有什么的呀？猎人呢？来呀，来抓我啊！什么猎人呢？我是那些年你追的女孩。上榜理由，粉红色的段子手。哎呦喂！姐姐，知道我抢手了不？姐姐，我错了，姐姐。你刚才怎么说我的？没有，姐，我觉得你太漂亮了。智慧与美貌并存。OK。我们不是要去看流星雨吗？说过曲吗？绝。我就说你仗义，要不然你差点就成备胎了，你知道不？不要搞错，你现在怎么这么抢手啊？大邓，我跟你说，这个东西啊就不存在备胎，一个车有四个轱辘，你只是其中一个，好吧？我真希望你下一个被抓，我跟你说。我现在还有小明哥那个轱辘呢，我得去找轱辘。跟着我走，跟着亮哥有肉吃，我跟你讲。上榜理由，亮哥，你真的是来做任务的吗？贾乃亮在节目里面，他的话好多，因为他平时性格就是这样的，他性格很开的嘛。知道口号吧？跟着亮哥有肉吃，七个字。跟着亮哥有肉吃，记住，跟着亮哥有肉吃。跟着亮哥有肉吃，相信我，这就是游戏的秘诀。傻子，跟着亮哥有肉吃。他是一个傻子，他差一点。上榜理由，神探宝强字字笑点。ELLA， 真定成功。什么 ELLA？ 真定成功。你听我。哎，那谁 ？ELLA， 被抓了。在这个节目里，颜值智商是天生的，身材体力是靠锻炼的，运气是充值的，人品是靠攒的。据说攒齐100个就能将运气充满值哦。哎，
咱们先去这里面躲躲吧。走吧走吧，但我其实很怕这里边，万一是个死路，你看只有这一条。上班理由原本想躲藏，谁知道无心插柳柳成荫。哎，烟花启动装置，我的妈！哇 ，yes， 烟花启动装置，误打误撞的就可以完成一个任务，我觉得很开心。我们刚才呢，是准备逃命的，不打算完成任务的。逃到一个死路口。就是手机上终于能显示，也能写写毛圆完成一个任务，就那个心情就是很激动的。也算撞上了。上榜流自带隐身功能的漏网之鱼。等会儿啊，等会儿我再跟你说啊。到猎上，快走！啊！我就站在这个地方，然后张亮说，像一个风一样的男子从我身边跑过去，家里快跑，有猎人，嗖过去了。然后我就看见一个猎人，嗖就过去了。喂，上榜理由，幸福来得太猛烈，让我冷静冷静。哎呦，我真的太抢手了，我这一接好几个电话，一个是贾乃亮，一个是窦骁，他们都奔着我来了。马可也来找我了。喂，可哥您好。你在哪儿呢？你在哪儿呢？靖王给我打电话了。喂，对，我来解救你了。小明哥。那个，我要跟你组队，可以吗？可是我跟大张伟已经在一起了。他有丈夫了，你这。哎呀，旁边正好有一个人，多不合适啊，是吧？完蛋了，我有点跑不动的感觉。上榜理由，大哥攒足了六期人品。我觉得可能会被抓，老碰到猎人，运气太差。几次都碰到猎人，转头就看到猎人，转头就看到猎人。我怎么又迎头就碰上了？还好我每次发现及时，我看他的时候他没在看我。不是，终于有一次得冠了，对，就觉得一扫之前的郁闷。同时，加速队员们所体现出的友爱和坚持，也是节目中最美的风景。我挑战成功了吗？上榜理由，喜极而泣的冠军泪。王妈，你往回，你回来，你回。蓝色气球是哪个？上榜理由，让你见识一下最善良的反派。猎人啊，快走，先躲，躲，他妈快躲。哎，我跟你说，现在你就去弃权，甭管那些了，没有用。你现在是153,000呀、啊、我才20多万啊。怎么按？快帮我按。我在哪里？啊！弃权在哪里啊？好，摸这个。喂，我要弃权，我是黄绮珊，我要弃权。对，我确认弃权。好，收到。好，收到了。成功了是吧？成功了。因为我不能害黄妈，我想保黄妈，而且我不能害贾婷，现在是我唯一的两个底线。作为伪装者，也要有底线。现在拿到了一个夜行衣，相对来说，我做任务的话会是比较安全的。哇，你好厉害！上榜理由，找男朋友就得找这样的。哎，把衣服给你。你把衣服给我。不是，你去做任务，你穿衣服，别给我。快！如果我没了，一定要完成任务啊！谢谢。我当时就是小鹿乱撞的心眼，就是觉得哇天哪，靖哥也太爷们了吧！谢谢你那么保护我。没事，应该的。谢谢。应该的。我们还是特爷们，不能放松警惕。一定要坚持到最后啊，小罗。听我说，我不一定。如果猎人来抓你，我帮他挡着。上榜理由，老婆别怕，有老公在。我是你最后一道防线，等猎人来了。
人抓我，你就躲起来，听见没有？露露，你要坚持到最后啊！我们的加速大家庭除开谱写了一幕幕团结友爱的温情桥段，更是上演了诸多唯美且陶醉的动人画面。你有没有看见穿一身黑色的衣服的人，戴一个墨镜，长得帅帅的酷酷的，那是我男朋友。上榜理由只是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。猎人给我的印象就是冷血无情，没有爱，但是都挺帅的。累不累啊？你扎哪儿的呀？咱俩配对吧。又被你扎到了，死鬼！你辛苦了，猎人。我哪儿来了？教主，你是没锁？我什么都没有。我来哪儿？我只有门。上榜理由：分分钟偶像剧女主附身。不好意思啊，没事，你起来腰没事，没事，不是故意的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哎呀，好开心，我好开心，不要走。你是把黄仁雪背的吗？啊，对对对对对，黄仁长得就是我，告诉你，对对对，是啊，跑不动。上榜理由：论人类四肢的退化是。在这场与时间比拼的游戏中，如果你不深入剧情到无法自拔的程度，你就输了，因为剧中的游戏人物分分钟演技爆表。呀，还有冤家路窄啊，怎么了？上榜理由：遭遇最多调戏的 NPC。 上榜理由：演得这么拼是要去得影帝吗？出发。我顶着神态，记住我要这种顶部，我当伪装者呢，我操，我干就干了，这伪装者呢吗？这不是我强项吗？是吧？上榜理由：不让娘娘得第一，我们都会被拉出去赏一丈红。不要拉我出去，我是王后啊。你是我叔弟呢，我是王后，哼，我不会选你的，我会叫太干来斩你们的头，来走吧。哎，好嘞。你们这个年代有偶像的嘛，对不对？有偶像。偶像来了，我是王后啊，我是王后嘛，你给我拍个照啊。对，你别动。耶、yeah!3、2、1，开始。奔跑加速是人生中积极的状态，在追逃下生存，在逆境中合作，所体现出的坚持不懈，也正是节目所赋予的最终使命。全员加速中这个节目，我觉得是贝贝最真实的写照。在现实的挑战中，我们需要智慧、勇气，还有团队和速度，这个在节目当中一切都能够找到。就是这节目太不容易了。虽然很辛苦，但是还是很舍不得，舍不得我的恋人他们。终于录完了，很遗憾地告诉我身边的朋友，你的微信运动榜我不会再霸屏了。节目制作规模，节目组的辛苦，然后各个工种的工作人员一起配合，真的是太不容易了，太伟大了，我佩服他们。终于可以回家，终于可以不是一个人，可以和女朋友领证了，比较开心。可以回家好好休息，然后可以好好陪一下父母了。
还有更多的节目等着我。台长，我可以休个年假不？放松了，快乐了，但是身后还有更多的节目等着我。终于工作可以大功告成，圆满完成了。就觉得录完了就可以轻轻松松的回家过年了吧。工作人员，年轻人呢，对我特别尊重，特别照顾，我谢谢大家。终于结束了，但是歌手又开始了，很期待。贝贝 APP， 我的纪录片加速进行时，下节更精彩。贝贝 APP， 我的纪录片加速进行时，现在继续。欢迎回来，这里是由买母婴当然上贝贝，贝贝 APP 冠名播出的《我的纪录片加速进行时》。怎么也没想到，这是一个让我迄今为止能够调动我所有的恐惧、所有的激情、所有的思维的一个节目，非常真实，但是特别的刺激，给我感觉了就是团队的精神啊，还原一个人本来的那个性格，体现在这个节目里面。我觉得他已经脱离了一个普通真人秀的一个概念了，很创新、很独特的烧脑游戏类型的。这么一个节目，猜你猜去，这样子到这里了，好，马赛克的队。在这个节目当中，不光是我们的艺人，我们的猎人，还不得不说到我们的工作人员，大家也是在节目开始的时候进入到一个满血、全力奋斗的状态。比如你这一场都跑过去了，他一跑停一口，他马上猜就过来。好，皆さんが仕事をですね、この番組への取り組む姿勢が。姿勢がすごく、良くて、そういう意味ではとても何でしょう、楽しんで、仕事をさせてもらっています。换句话说，你做成一个那个背景板什么的，你放在这个位置上吗？做这个项目，我和徐克两人感慨，我们说是炼狱，因为它这里集结了不同的领域，一些跨界的合作，还有一些工作方式的构建，对我们来说全部都是新的。好辛苦，所有人都好辛苦。即使可能还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，我们的工作人员丝毫没有任何的松懈，丝毫没有任何的退堂鼓，因为真的就这几个字，全员加速，在危机中加速，在加速中生存，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危机，我们都会全力加速。